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晚来到这个黑箱作业2020开箱就业的网上版的第三集，而这集也是最后一集的。在节目未开始之前呢，我想播一首歌给大家收听的。这首歌是叫做 One Summer Days， 作曲是久石让先生。而这首歌是来自日本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之一《千与千寻》的。咁《千与千寻》咧，佢其實係講關於一個細路女點樣誤闖咗神靈世界咧，而之後發生成長經歷嘅故事嚟嘅。咁講開宮崎駿先生啦，其實好多時睇佢嘅動漫或者係動畫咧，佢都有講及好多科技同埋呢個所謂大自然環保一啲議題嘅一啲關係嘅嘢嘅。咁咧其實宮崎駿先生咧，我上網睇啦，其實佢有講過關於佢認為咧。大自然不是一件很单纯很脆弱的东西的。咁佢就认为人类亦都唔係因为即所有原因唔係因为人类去破坏大自然，而係一个最大嘅问题嚟嘅。佢认为呢，其实大自然同人类之间呢係应该有一个共存嘅地方，而嗰样嘢应该係大家都可以互相去理解，或者去點樣去和平共處嘅。咁佢就其實佢所謂佢想講嗰樣嘢咧，任何嘅環保行為咧，要做的話咧，人類咧更加要做好嘅咧，係點樣如何去尊重呢個大自然嘅。咁我哋唔講咁多啦，咁我就會用呢一首歌我哋嘅改編版本，就配合翻我哪喺呢個南新圍呢笪地方拍嘅片咧，俾大家睇嘅。俾大家感受一下而家南新圍嘅生態啊、環境嘅平靜狀態。好啦，唔講啦，咁好，而家我哋去片啦。
绿头鸭，巢园里。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烂银盘来从海底，好色千里成灰。银无尘，素额淡注，尽可数丹鬼参差。玉露初临，金风未凛，一年无似此佳时。露作酒，疏影十度，乌鹊正南飞。瑶台冷，栏杆平暖，欲下迟迟。念佳人，阴沉别后，对此应解相思。翠关情，漏声正涌，暗断肠，花影偷移。料得来宵，清光未减，阴晴天气有争执。共凝恋，如今别后，还是隔年期。人强健，清尊素影，长愿相随。元朗出產，元朗為一個沖積平原，亦都是香港唯一一個平原，大約形成在唐宋年間。元朗平原水土肥沃，過去盛產稻米。1950年年代，元朗的絲苗米更加名聲一時。翻查古料，新安縣志記載香港開埠之前的歷史，書中記載元朗稻米曾經成為本港最主要的農作物。元朗的絲苗米質細滑，晶瑩剔透，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佢好賣得。可惜去到1980年年代，本地農作業式微，因為呢個原因，所以而家點樣都揾唔到元朗絲苗米嘅足跡。Thank you.
就是南新圍了。咦，仙伯，你看那裡好像有個人站在水塘上面。是的，他好像吹緊口琴一樣。呢，他一吹周圍就有很多水花。啊，他現在停了，周圍都平靜了。喂，不是啦，我們去吹下乜水了。先生，你咁夜喺度做咩啊？佢唔认你喎。佢好似听唔明人类嘅语言喎。所以唔系啦，我怀疑佢系外星人。O K， 吓嗱，我而家要带你翻去见局长。你系边个啊？做咩带我去见局长啊？我朝头早喺度练琴，咁我夜晚翻屋企又唔可以练琴噶嘛，我会嘈住屋企人噶嘛。你快啲放开我添啊！我有少少发烧噶。哦。原來你識講廣東話嘅，嗱我同你講啊，呢度啲水花彈起曬，係咪因為你啊？關我咩事啊？嚇，啲水花喺你周圍附近嘅喎，點會唔關你事啊？都唔關我事嘅喎。嗱，我咧就肯定有根據嘅。之前我就做咗實驗，仲拍咗片放上網添。嗱，而家我俾你睇啦。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香港三人子，我係仙爸。我是海林啊。是海林，我們今天做些什麼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應該可以。A few moments later， 這樣 OK， 那我們開始了。好。好。嗱，咁我哋咧而家就有個鼓，有個喇叭啦。咁但喺我哋實驗開始之前咧，我哋首先要知道，其實我哋每打一樣嘢咧，佢都會因為震動而有佢屬於自己嘅音嘅。咁就會根據佢嘅大細啦、佢嘅材料啦、可能佢嘅彈性之類咁樣啦，咁就會有屬於佢自己嘅音色同埋音高嘅。嗯，大細之類，咦？咁會唔會真係好似啲狗仔咁啊？我見咧啲狗仔細細只嘅時候咧，佢哋吠出嚟嘅聲咧係好高音嘅，但係當佢哋大個咗啦，變大隻咗咧，佢哋吠出嚟嘅聲咧係好低音嘅。係啦，冇錯啦。如果以大細呢個 concept 嚟講咧，我哋攞翻音樂嚟講啦。咁如果我哋拉小提琴嘅時候，嗱細細步咁樣，咪好高音嘅。但係大提琴大大步，好低音噶嘛。點解呢？就係咧，其實係關佢哋條弦嘅長短事嘅。小提琴嘅弦咧，佢係短好多嘅，所以佢可以震得好快，震得快佢就會高音噶啦。但係大提琴咧，佢條弦咧就長好多嘅，咁佢震得慢，所以就會好低音啦。係啦，咁我哋而家就試下打個鼓，睇下佢咩音。嗱，佢係一個 B 音嚟嘅。我知道呢度嚟有咩用噶。这个、呢一個咧就關共振事啦。咁啊，啱啱都講過啦，鼓咧佢嘅鼓面大細咧係可以影響到佢嘅高低音嘅。咁佢發出嘅聲咧，其實就係咧我哋打咗個鼓之後咧，個鼓皮不斷咁樣震動一啲頻率，咁一路震震到落去啲空氣入邊啦，空氣就傳落去底嗰度。咁去到底之後咧，又會彈翻上嚟喎。彈翻上嚟之後，佢就不斷來回地欲又折返人間咁樣咧，就向上向下咁樣重複咁樣彈嚟彈去，咁樣咧就會形成一個共振同埋共鳴嘅效果啦。咁呢個共鳴嘅效果咧，就會令到佢入邊最震得最勁、最多嘅嗰個位咧，就會係我哋聽到個鼓嘅聲啦。係啦，咁我哋而家就試下倒啲豆落去，然後我再播個喇叭，睇有啲咩咯喎。好。開始咗噶啦，咩都冇咧，系啦，梗系啦，我都唔系播紧 B 音，我播紧 A sharp， 咁我而家就播 B 音咯。好，今次啲豆震下震下咁样弹嚟弹去，弹开晒系咪？嗯，唔够嘅，我而家播大声啲，嗱，我扫翻啲豆去中间先。好，我帮你。系啊，系。我扫啲豆去中间啦。嗯，我而家就播到最大声，你睇下会有啲咩事咯。好，我睇住，我睇住。睇住啦。哇，今次啲豆弹到周围都系喎。系啦，冇错啦。咁样咧就系因为呢个喇叭咧就同个鼓发生咗共鸣，跟住就唔需要我哋真系用手打落去咧，个鼓咧都可以同个喇叭咧做咗共振。呢个声做咗共振之后，就震到个鼓皮就可以弹到嗰个綠豆咧，周圍彈嚟彈去啦。嗱，而家片就睇完啦。你可以當個鼓面咧就係水面，
啲綠豆就係水面表面嘅有啲水珠，跟住我用嚟播聲嘅嗰個喇叭，你當係吹口琴嗰個人啦。呢度咁多垃圾，咁多水氹，佢咁啱吹正個音，就可以吹喐啲水噶啦。哦，咁即係佢啦。而家即刻帶佢翻去見局長啦。咦？佢人呢？喺我哋睇片嘅時候，一早走咗啦。嚇、啊！咁仲唔快啲追？唔使啦，因為我啱啱已經諗過。呢度咁大風，吹一吹都吹喐啲水啦。同埋啲水有藍光，啲魚又死曬，都未必關佢事嘅。嚇、啊！你唔早講，你唔早問，好咯。咁但係點解啲魚會死曬？就係、是、因為啲水有藍光，所以啲魚先死曬咯。其實呢個係一個生態災難嘅象徵嚟嘅，多數都係因為附近大量嘅污染而造成嘅啦。嗯，生態災難。唔通系啲外星人污染我哋地球？嗱，系咪外星人我就唔知啦。但系我第一样谂嘅就会系我哋人类自己造成嘅。你仔细睇一睇啊，呢啲发出蓝光嘅其实系叫做蓝光藻。如果我哋唔小心踢到佢哋，俾啲风吹一吹，喐到佢哋嘅话，佢哋就会受到刺激而发出蓝光噶啦。蓝光藻系咪真系红潮嗰啲啊？我听讲咧要好大嘅污染先可以做到喎。系啊，但系你要记得。其实很多很多污染的因素都隐藏了在我们一些看不到或者隐藏了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这些污染很多时候会提供了很多的营养，造成负营养化，就会提供了很多养分给藻类急速地生长的了。这样是不是就是屎屎尿尿那些？你只是认识这些的而已。有些很经典的例子的，就例如用在一些农地，为了给植物生快一些而过度使用的一些农药。如果因為落雨，俾啲雨水沖咗落去河流入邊，沿住水流落到你啲下游嘅魚塘位置咁樣，咁就會提供咗好多養分俾啲藻類，然後就令到佢哋急速咁生長，跟住就會搶曬啲氧氣，令到啲魚就識死曬噶啦。哦，咁即係都係關我哋人類事喎。嗯，我就覺得係啦，所以我哋快啲同局長講，呢度魚塘死曬，應該都係環境污染造成噶啦。嗯。咁如果我哋清晒啲蓝光藻，咁等啲水分有翻啲氧气啦，啲鱼又唔会死，咁村民嘅损失都可以减少咗啦。嗯哼，咁我哋任务都完成啦。嗯，大家好，大家好。嗱，刚刚咧呢个三人之成员咧就破解咗男生围事件啦噃。嗯，但系 David， 今集咧系我哋最后一集，所以我哋就加强个内容，我哋会加强播出呢个元朗大马路事件嘅最终章俾大家睇嘅。冇錯啦，跟住就係元朗大馬路事件啦。嗱，最近咧呢個大馬路就發生咗鬼火重重嘅事件喎。咁究竟呢個嘥人子嘅成員用乜嘢方法去解決呢？大家係咪好想睇呢？啊，咁不如我哋就即刻去播放呢個元朗大馬路事件簿。好，去片。清平乐，赵令志。春风依旧，着意随堤柳。搓得蛾儿黄欲旧，天气清明时候。去年紫陌清门，今宵雨破云魂。断送一声憔悴，只消几个黄昏。元朗发展，根据2016年中期香港人口统计资料，元朗人口有614178人，面积有138.56平方公里。元朗是九龙的三倍，香港岛是元朗的1.8倍，是香港第三大区域，仅次于离岛和大埔。根据规划署人口分布推算2019至2028年的报告书，新界将会是人口大增，原因是政府会在新界展开多个新发展地区，例如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元朗南，而新界人口亦都会激增至350,000，而元朗会成为最年轻的地区。元朗人口迅速增长是因为新移民和新组成的家庭会选择在元朗置业和居住，尤其是元朗，因为楼价比较低，
交通比较完善，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士搬入去居住。大马路着火啊！快啲救火啦！喂喂，冷静啲先，冷静啲先。你望下火嘅颜色系好奇怪嘅，嗱，又有红色啦，又有黄色，又有橙色喎。吓，火唔系红就系黄噶啦，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快啲救火啦！冷静啲先得唔得啊？你望清楚啦，仲有绿色嘅火光、蓝色嘅火光同埋紫色嘅火光啊！如果你咁都话正常嘅话，你系咪唔正常啊？我咧就好正常嘅，不过咧啲火嘅颜色又真系有啲奇怪，会唔会有毒噶？咪啦，我戴翻个口罩先。有道理，我 send 咗啲情况俾海林先，睇下佢有咩方法解决。咦，海林打嚟喎！喂，我收到你哋喺现场 send 过嚟嘅相啦，你哋唔使咁担心。我知道点解有颜色火啊，系因为咧佢哋烧着咗有唔同金属成分嘅盐啊。我做过实验俾你睇，你哋就知噶啦。讲起盐咧，海林，我谂起我哋日常生活嘅食盐咧，就叫做氯化钠 （sodium chloride）。如果揾火烧佢咧，系会出金黄色嘅火焰，而呢个方法咧就称之为盐色试验啦。不过呢，还会有其他颜色火光出现的吗？没错，是有的。那呢，
唔同顏色嘅火光咧，係因為咧啲鹽裡面有唔同嘅金屬成分啦。咁如果我哋用鹽色試驗咧，其實就可以測試到嗰啲鹽裡面有咩金屬成分噶啦。咁我而家就做呢個實驗俾大家睇啦，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呢個橙黃色嘅火光咧，其實就係因為我燒著咗呢一個 sodium chloride 啦。好，咁然之後咧，如果我哋燒著呢一個 lithium chloride 氯化鎂，即係有鎂離子嘅鹽啦，咁佢咧就會出現紅色嘅火光嘅喎。好啦，咁我哋再試下燒呢個 strontium chloride 氯化鎂，你會睇到咧呢個有鎂離子嘅鹽咧。是会产生橙红色的火光的。咦，你实验入面的火光又真的跟大马路那些火的颜色一样，但是你都没有解释到为什么会有绿色啊、蓝色啊、紫色的火出现。等我现在解释给你听。那么 barium chloride氯化钡咧係由钡離子嘅鹽啦，咁只要我點著佢咧，佢就會產生呢個有黃黃綠綠嘅顏色噶啦。咁再嚟啊，我哋試下點著呢一個藍藍地色嘅copper two sulfate。硫酸銅咧，咁佢咧就會產生藍藍綠綠嘅顏色噶啦。好，最後我哋試下點埋呢個 potassium chloride 氯化鈉。我知道啦。剩低你都是爭紫色火光未講啫，所以鈉離子做驗色試驗一定是出紫色火光。咁醒嘅你，冇錯啦。咁咧，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因為唔同金屬成分嘅鹽啦，導致有唔同嘅顏色出現。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煙花咁樣，其實我哋喺火藥裡面咧加入唔同嘅金屬成分啦，或者唔同嘅鹽咧，咁只要點著佢射上天之後咧，就會七彩顏色噶啦。不過講翻呢度啊，你哋嗰個大馬路咧上面嘅顏色火，其實我哋只要用普通一啲滅火嘅方式咧，就可以解決到噶啦。明白曬啦，原來咁簡單就搞得掂噶啦。不過我有個問題，點解你咁熟嘅？其實我當年都唔係咁知咩叫驗色試驗嘅，但係有個男同學佢啊整咗啲唔知咩呢一啲嘅原理俾我睇啦，仲整咗個心形蠟燭同我表白咁樣咯。得啦得啦，你唔好再講啦，我已經冇興趣想知啦。不過 Catherine， 我啱啱聽完佢講嘢之後咧，我有個大膽嘅想法。咩啊？如果我哋整唔同火光嘅蠟燭，然後拎出去賣，咁咪發達咯？不如咁，而家咧你投資翻萬零兩萬蚊俾我，我保證唔使一年，我哋發達。你真係當我聽唔明佢頭先講嘅原理啊？我唔同你講廢話，做正經嘢先。嗱，我哋今次嘅調查咧就順利完成啦，所以咧等我就向同局長報告先啦。等我 send 個 text 俾佢先。咦，局長覆我哋咯，仲要秒覆添。佢叫我哋去元朗大劇院出面嘅空地度做 debriefing， 召集我哋五位 science 子嘅成員。我已經揾到地點啦，事不宜遲，即刻出發揾局長。好，各位隊員，大家到齊啦，辛苦曬。好耶！我哋已經順利完成曬啲任務啦，唔知道局長會唔會有啲咩獎勵俾我哋咧？有冇獎勵呢？其實我就冇乜興趣。不過咧，局長真係好少咁遲嘅喎。咦？你望下個月亮，又大又圓喎。哇！咩嚟㗎？咁多單車喺個月亮上面嘅，唔通
又有怪现象啊！各位三人子的成员，等我做一次自我的介绍。我并不是什么联盟的局长，而 Alan 他都不是什么联盟的副局长。我们的真正身份是尼比鲁星人。是啦，大家可以叫我做 Nebilu 妈，而他就是 Nebilu 爸。没错，我们在六亿年前已经发现在银河系地球这一粒小行星。我们有一直观察住地球的人类文明发展和生态进化，有时候我们会出于善意去帮助一些人类解决问题，就好像三千多年前的埃及那样，我们亲身去教一些埃及人怎样运用物理学去搬一些几千吨的巨石去起金字塔。是啊，我们尼比鲁星人在当时的埃及千挑万选揀了一些天资聪明有潜质的埃及人，由我们亲自去传授天文、物理、建筑的知识给他们。我们启蒙完人类之后就会离开地球，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我们重返地球，看看人类的发展变成怎样。经历了二千多年之后，我们重返地球的埃及，见到人类因为贪婪而互相侵略和打仗，而当时的埃及就被罗马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所以埃及的文明因此而没落，我们两个都觉得非常之可惜。唉，非常之可惜。今次我们重返地球，观察发现地球的情况越来越不乐观，温室效应、气温反常、污染环境破坏大自然、人口膨胀、食物食水短缺、
资源过度开发，人类过度消费。看来地球要面临一个大浩劫，要重新 report 过，从头来过。等等先，尼比鲁星人，你不是说我会帮地球人的吗？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补救啊？华仔，刚才有讲过，我们会挑选一些有潜质的地球人，透过他们利用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改善人类生活。至于挑选方法是怎样呢？首先我们要挑选一些有潜质的人类，然后制造一连串的怪异现象，这些就是对你们的考验了。我真是恭喜你们啊，你们成功通过考验了，所以有少少奖励，准许你们问我们三条问题。哎，真是有奖励的，那我问先，我想知道怎样可以找到最有效益和最干净的新能源啊？我也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最接近人类而且亦都很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啊？咦，我也想知道怎样可以穿越时空去到过去或者未来呢？想知道答案，打开这个黑箱你就会知道的了。慢慢领悟啦，你们就会知道个答案的了。知道答案之后，拯救地球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自己地球自己救，不要令我们失望啊。是啊，嗱，时间呢就差不多了，我们呢是时候要去下一个星球做考察，你们呢要加油努力啦。拜拜。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们了。
我哋啱啱播完咗呢个黑箱作业2020啊，元朗开箱就业剧场嘅网上版本第三集嘅上半部分啦。一如既往啦，咁我哋呢个节目系分上下半部嘅。咁呢个下半部咧，我哋会介绍一啲非常职业嘅嘉宾嘅。系啦，冇错啦，今次我哋有两批嘅嘉宾。第一批嘉宾咧就系香港三人子嘅成员，另一位咧就系前天文台嘅台长林超英先生啦。咁香港三人子咧，咁大家都睇过佢演出啦。其实佢本身佢哋就喺 YouTube 里面系做一个 YouTuber 嘅，咁就会教一啲科普教育俾嗰啲朋友认识嘅。咁另外嗰位嘉宾就系林超英先生啦，咁佢系前天文台台长，亦都系咧现在佢嘅主要嘅。主要推動咧都係香港一啲推動啲氣候變化政策同埋提高公眾環境保護嘅意識嘅，係啦，冇錯啦。咁不如唔阻大家，我哋直接去睇下佢哋兩位嘅訪問啦。好，好。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香港沙人子啊！咁我係華仔，我係仙白，我哋香港沙人子啊，呢個 term 咧。個子字係嚟自我哋嗰個讀嘅大學，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少林寺係啦，最出名就係呢樣嘢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呢個名嚟戲稱自己嘅。咁我記得當初係大概12月啦，聖誕節聖誕 party 嘅時候，之後我就揾阿仙爸啦，佢就我最早揾嘅一個成員嚟嘅。咁我就同佢講，不如我哋搞個 science channel 啊，因為我自己覺得當時香港係冇呢樣嘢。有少啫，好少，即系一个纯科学嘅 YouTube channel 系冇乜嘅。咁我又觉得，可唔可以试下做呢？即系起码系我哋专长啦。因为啲人成日话读 science 系嘥钱银啊嘛，系啊。咁我又觉得，不如试下做，可能真系做到出嚟嘅。咁我就揾佢啦。我都是科大出身的，咁嗰陣時我就讀緊碩士研究生嗰啲嘅，咁都。一路諗，一路都喺度反思緊自己，其實點解中意做 science 嘅嘢？咁但係其實我好中意係科學嗰種變幻萬千，好多好多效果出嚟嘅嗰種感覺。咁到我做研究之後，就發現其實做研究又好似同呢一樣，即係同我原來諗翻你中意科學嘅初衷咧，有啲唔同。咁跟住就諗下，阿華仔。華哥都一路其實咁樣喺慢慢引導我之下，其實原來我係想做一啲科普向大家，都係想做啲為大家介紹科學嘅嘢咁樣。學嘅嘢係真係好多嘅，因為其實做一個 YouTube 啊，即係唔好話自己係 YouTuber， 好業餘啊！業餘非常業餘嘅，所以都唔敢話自己係 YouTuber 有正職嘅，呢個係副業嚟嘅，唔係冇錢嘅。係啊，即係我哋開個 channel 最重要就係要參考人哋啊！一開始即係所有 YouTuber 都係啊，就係要睇人哋點樣做得好，咁然後去即係可能啲人話係抄啊，但係其實你係去吸收唔同嘅人嘅優點，之後最後用自己 style 行翻出嚟，咁所以就。學得最多就是啲唔同 YouTuber 嘅技巧咯，即係可能佢哋講嘢嘅方法啊，佢哋諗嘅題材啊，各類嘢咯。一路整片啦，咁係啦，華哥佢係做幕前啊，睇下見到最多係佢啦，咁冇乜點樣見過我嘅，咁其實我係做後製嘅，咁我做後製咧。攞得最多嘅咧，一定係做關於後製嘅一啲工作，因為其實我以前喺讀 U 嘅時候都係有做下剪片咁嘅，但係真係話落手做後製其實就冇乜嘅。咁但係一路整呢啲 YouTube 片啦，咁華哥有時有啲好恐怖嘅要求啊，要整一啲好犀利嘅動畫咁。冇得唔做嘅，因為有時有啲 science 嘅 concept 真係冇動畫係好難嘅，咁所以就慢慢學做動畫啦。咁如果有睇我哋片嘅朋友，其實就見到我整親動畫都特登喺左上角加一個劣質動畫嘅。咁點解劣質呢？其實就係因為我前期做動畫，我係用 PowerPoint 做，因為冇錢。係因為唔係冇錢啦，因為我唔識用任何後製工具。咁直至到啱啱呢一年，慢慢學下就終於學翻啲後製工具啦，即係 AE 啊，或者 Mac 機嘅話就 Motion 嗰啲，咁就開始真係用呢啲專業少少嚟做動畫啦。咁但係個畫質都係咁噶啦，咁所以都係劣質動畫嚟嘅。咁但係一嚟學到呢啲啦，二嚟就係幫華哥剪片嘅時候，佢一路講嘅嗰堆嘢咧，嗰堆 science concept 其實
我都要去看看究竟他講的啱唔啱，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都要一起係咧一路 fact check 咁樣喺度睇網上的 paper 啦。咁因為其實華哥有很多 topic 我都是不識噶，因為我就係讀 cam 嘅，量子糾纏、量子糾纏啊，好多唔同其餘 background 嘅嘢啊，或者生態學啊、物理啊，其實我全部唔識。係啊，玩蟲我係最唔中意去玩嘅，係啊，拍完之後掉上嚟俾我剪。但是一路看这些呢，咁一路看他讲，然后我就一路剪，因为我要看着他的影片看足三十几次慢慢剪的嘛，然后又要上网看资料，其实在这些 science concept 上面我自己也都即是比起我以前其实反而我学多了很多科学咯。嗯，有一样我想讲是其中有一个得着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些教书的，咁然后做 YouTube channel 的得着就是我知道其实你要教识小朋友或者是年青人、啊、一些 science 的 concept 是真的未必要用到很传统上堂的方法，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我拍一条五分钟的片之后他们是可以整条很有即很专心地看完它，这样他们是吸收的东西是多很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个教育的新方向，就是怎样利用一些视觉化动画实验的方法去教 science，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方向来的。即是最大的一个体验、即是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有人会见到，这个是个肯定咯、即是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知道我开 YouTube channel 啦，我拍的那些题材即是 science 这件事是真的在香港非常之难的，即系冇，即系你讲白啲就系边有人放工系真系想学嘢，即系放工睇 YouTube 都系想轻松下，咁就觉得诶啲、channel 可能个 subscriber 系会慢慢咁上嘅，系啦，咁样，但系会去到话真系有啲比较、大规模嘅剧团会揾呢个 channel 去一起拍嘢，我觉得系好愕然咯，好大嘅肯定咯，即系会支持我哋更去。再拍多啲好嘅片出嚟咁樣。係啦，另外同今次同俊念合作去做一個劇咁樣啦。因為真係認真嘅做開 science 就真係我自己個內心其實有一路就係、同藝術完全冇關嘅，唔好搞我係啊咁樣嘅。咁但係即係試下叫做點樣將 science 同藝術融合咁樣啦。咁我覺得今次我哋嘅實驗其實唔係最好嘅，因為其實大致上如果係啦，大家有玩開唔同科學實驗嘅人嘅話咧，其實呢啲實驗係非常之普遍、好普通，乜你即係你求其屋企揾到相應嘅材料，其實就做到，係有啲難，有啲嘢係難啲嘅，但係你可以買到翻嚟嘅。但係一路做一路做，咁有時都係啦，又要將我哋做好嘅實驗，然後又要用翻我哋一啲解釋嚟到去 present 翻去出去啦。咁同埋今次嗰個接受嘅大眾，其實嗰個範圍又再多啲嘅，其實我哋咁結果看完有些人的 feedback 是說其實都不太明白我們說什麼，其實有一點都會令我覺得都要繼續去想一下我們怎樣將我們的 present 去再貼地一點，不是那麼 science 那麼高的那個門檻，是的，將它變得簡化一點，看看可以再怎樣令其他人明白，而我們第時剪片啊或者做其他影片解釋的話再簡單一點咯。看完这条片记得帮我们 subscribe 我们香港 Science 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G page， 香港 Science 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大家好，我是林超英，我就退休前是做香港天文台台长的，我小学就读一间中文小学，中学就读英文中学的，就是英皇书院，就我是读理科的，我当时呢就做童军，所以就中间有考章，结果我考了个天文章，就好好天文，就因为读天文，因为好天文呢，所以我就变咗一路都用心机读物理嘅，咁所以我到大学预科呢就是读理科入面呢就是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入大学之后呢就到毕业嗰时候就读数学物理啦，
就大学毕业咧，咁啊开始要搵谂搵嘢做噶。咁我谂过咧就系、是、天文好惨噶，人哋瞓觉我开工，人哋开工我瞓觉，咁啊永远娶唔到老婆。咁所以咧我就谂谂下咧，就系读天文点咩？咁就所以我喺大学接近毕业嗰阵时咧，就考虑到将来嗰个实际情况咧，我就由天文睇天咧，就降低一级睇天上嘅云。咁所以變咗做氣象學，咁於是我就大學之後咧，係讀咗一個氣象學碩士之後咧，就翻香港。我教嗰年書噶，咁就跟住就入咗天文台做啦。一做咧就做咗35年，做到台長，就嗰個位咧就退休。其實所有入天文台做科學主任嘅人咧，基本上咧入去都有少少沙塵嘅，因為讀書都幾叻。但是入到去之后呢，如果做天气预报员呢，大概3个月之后呢就学到谦虚了，因为成日错。因为我地入嚟天文台做嘢嗰阵时呢，嗰、那个科技同而家争好远了。就而家呢可以用电脑计未来嘅天气，嗰时呢我地就睇张图，咁呢就估张图会点样演变，跟住諗天气。所以基本上呢，入天文台做天气预测嘅人呢，好快就俾个天达到真係好谦虚㗎啦。咁呢個就係、是、我諗對我哋呢啲人咧最大影響嘅地方，就係話咧，我哋入去嗰時以為自己好叻，但係做冇幾耐咧，就發覺原來人類好渣，最叻咧其實係一個天。所以我咧有時聽人哋講，唉，而家咩現代高科技咧，我都覺得好好笑嘅，因為最高嗰個科技咧，其實就喺個天上邊，自然先就最高科技咯。好多人咧就叫我做环保分子嘅，但系其实咧我唔觉得自己系环保分子嘅，因为咧我唔系谂住去，譬如话空气污染，我希望搞干净佢，或者啲有垃圾咧，希望嗰啲垃圾唔见咗，或者点样，总之啲垃圾抌咗去个地方睇唔到就算数，咁都算环保嘅、哦，即系话咧环，即系我自己嘅理解咧，环保咧其实就系保护人类，就唔系保护环境嘅。咁其實咧，我而家諗緊我自己比較重視嘅咧，就係我呢個同我本行有關嘅，因為我係做氣象嘅，咁所以氣候都關我事啦。咁我係最近嗰20年度咧，我發覺就係人類原來做嗰啲嘢咧，係不自覺咁樣咧，就會令到天上有好大變化，而呢個變化就叫做氣候變化啦、全球暖化啦、啲天氣變曬樣啦。原來佢倒轉頭會影響人類生存嘅，所以我最關注嘅就係希望叫大家咧嗰個生活嗰個方式咧，唔好搞爛個天，搞到咧人類同埋其他生物將來都冇得生存啊！所以我嗰個視野咧就唔係講哇咩地方啲煙通嗰啲煙騷擾我，或者咧邊度咧放啲污水整臭我屋企附近，我關心嘅係全個地球，所以我嗰個咧係一個。人類同其他生物嘅生存問題，就唔係一個所謂簡單嘅所謂環保問題，咁呢個係最大分別嘅。年青嘅朋友咧，就其實有一樣嘢你哋一定要留意嘅，就係現在個氣候變化快到咩地步咧？就係快到30年後，你哋時可能只不過係40歲嗰陣時咧，個世界已經可能唔同咗噶啦。即是说呢，你而家做乜嘢嘢呢，我会将来报应喺你自己身上。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呢自己点样生活。咁呢你哋就千祈唔好学我哋嗰代呢，以为改善生活呢就是、靠买好多嘢，拥有好多嘢，就或者呢住家屋呢要大大间，要开尽冷气咁先至叫做威。其实呢就我大概去到50岁到呢先发觉我原来以前被人洗咗脑嘅。以为做人就要有钱，要拥有好多嘢，要有架车，架车好似名牌，或者如果是女仔咧，要揸个手袋又名牌咁样。但其实咧呢样嘢咧就第一虚荣嚟嘅啫，即系其实要整两个 number 喺个手袋度，求其你自己写两个都得啦，点解俾人呃啫？咁咧就系、是、其实你将来嘅生活应该自己掌握，掌握自己系点样开心嘅，即系话咧你哋应该系。俾自己個心去引導你點樣行，譬如話你嘅興趣係乜嘢嘢，將來你就你嘅事業、你嘅工作咧，就走興趣嗰部分啦。
就唔需要聽人哋講話，哎呀，讀咩全球經濟咧，就會揾到份好工。但係假如嗰樣嘢你冇興趣嘅咧，就嘥你時間，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第一件事咧，就係你哋而家求學啊，將來諗住要做咩工作咧，我就覺得靠你嗰個自己嗰個內心嗰個興趣咧，引導咧，係將來嘅生活最快樂。咁然後咧，到你出嚟揾到嘢做咧。其实呢就我想跟大家讲，其实生活的开心呢，其实就是在你怎样跟身边的人呢保持到良好的关系，你跟父母啊，跟你的伴侣啊，或者将来大过一点的子女啊，跟着你周围的朋友啊，如果你能够有一堆跟你谈得埋的人在你身边呢，就是你人生的开心的来源的啦。其实根本上不需要买很多东西在家里的，因为其实我夠腦可以話俾你聽啦，我見到嗰啲人咧，屋企越多嘢嘅咧，佢係越多弊藝嘅，越多煩惱嘅。即係到咁上下歲數開始煩惱啲嘢咁多，俾邊個好嘅？冇人要嘅，發覺原來係嘛？原來咧擁有嘢咧係比煩惱你多過比快樂你。同各位年青嘅朋友講啦，讀咩書，做乜嘢嘢，交咩朋友，其實呢啲咧係以自己嘅興趣。自己心中叫你怎样行呢，向那个方向行是最好的。当然不要犯法，不要伤害人，这个是最根本。否则的话呢，是应该跟自己心中捧你向那个方向是最好的。啊，时间过得很快啊 ,Luca, 啊我们这三集的元朗开箱就业剧场的网上版本已经全部播映完毕了。没错，首先呢我们就要多谢今次有份参加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啦，有份演出的音乐朋友啦，香港三人子啦，有份受访的今次各位嘉宾啦，那我希望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们这个在这个进念这个EZ Live 这个平台呢，可以做更多的节目推介给大家看的。是啦，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们进念二十面体的YouTube channel， 里面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节目的、啊、大家就记得留意最新的消息了。好啦，我们不阻大家了，跟大家说声拜拜。